你听说日军最近有一个重要计划吗？应该还没有碰触到我们行动处。一旦阴谋得逞，危害极大。帮助我们找到这份计划，这也是在帮你自己。组织上让我们找特殊计划，毕仲良天天那么处处防着你，你怎么找？我想让毕成啊，到行动处的机要室当秘书。你还记得我在黄埔十六期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叫周丽，我今天在那份转移通知单上看到他的名字。如果是他的话，你想怎么做？我想要救他。过去吧，你们别太久，我在外面等。毕成，毕成，
你去哪儿了？我买了药，你没在家。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是因为周丽的事难过吗？我已经知道你的答案了，你不用再说什么。陈队长，这是您要的转移囚犯的体检报告。江医生，谢谢了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不，陈队长，可千万别这么说。帮助你就是帮助我自己，帮助我自己。不过您看那些照片的底板，不知道您是否可以交还给我？谢谢。其实无论你拿不拿回这些东西，我可以保证，你的事情都不会在我陈深这边泄露半点。有一件事情我想提醒你，这个女人早点断了吧。如果断不掉的话，她随时可能成为一颗定时炸弹。孙秘书可是李莫群身边的红人，断不了吧？笔成，主任，把这份会议记录打印存档。好。还是字，人头就是救周丽，字就是放弃。救他。按照计划，他们会在10点从曹和泾监狱出发，前往提篮桥监狱。负责押送的是一个叫扁头的特务。在囚车上的押送人员大概有5至6人左右。乔家山一带四通八达，鱼龙混杂，而且离咱们的据点很近。只要到了那个据点，我们才能安全的撤离。所以这里最适合动手。他们到达乔家山的时间大概是10点半左右。好，到时候我在附近搭个茶铺见机行事。大春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如果不成功就立即撤退，不准恋战。碧城，你越来越成熟了，怪不得山海放心让你来通知我行动。要不是行动处临时派山海去执行任务，他也不会派我来联络你。上次绑架李小楠的事，他就已经批评我了。他那是小题大做，有我替你办事，能出什么大篓子？大春，谢谢你。别跟我客气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他对你还好吧？他对我很好，很尊重我，我们就是普通的工作关系。那就好。这是要营救的同志名单。这个叫周丽的是我昔日的同窗好友。周丽，我们队里有个叫吕明的，他媳妇叫周丽，自打去年5月失踪以后就一直没有下落。这会不会是同一个人？那个时候他们是不是有个3个月大的女儿？好像有，送回老家长兴了。真的太好了，
我还打算着把周丽营救出来之后再帮她找家人和孩子，没想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碧城，你人真好，样样都替人想在前面。大春，真正好的人是你，冒最大险的人也是你。我习惯了。大春，你有没有想过万一营救失败了怎么办？我不会束手就擒的，万一失败不是还有青花甲吗？大春，我不准你死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是死了也值了。大春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粽子。对了，我还要包粽子给你吃呢，我肯定不会死的。我等着。对了，我们还要有预备方案，以防万一。啊，万一消息走漏，改变押运路线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你们等到11点都还没有见到囚车，我又没有给你们新的消息，那就是放弃营救。不救了？救人虽然重要，但你们的命也同样重要。这边的事情你不用管了，赶紧回去吧。你们一定要小心。啊，你回去也注意安全。那女的谁呀？别问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饿了，找点吃的。正好有事跟你说，走。走。我给你熬了点伤风药，可能有点凉了，我去给你热一下。没事。周丽的事儿，我能理解你，但是抱歉，我不能由着你冒险。没事，我明白。请给我一点时间，过了明天转狱结束，我们就都不再有遗憾了。这都几点了，这个扁头怎么还不来？你说这不瞎耽误功夫吗？扁头快点！让让让让！哎，干什么你啊？哎，不是，扁头，什么情况？老年昨天晚上肚子疼得直打滚，天还没亮我就背他去医院，说什么肠穿孔，得动手术。多少钱？50。谢谢头。哎呦头，我昨天不是负责那囚犯转狱吗？9点半就得到曹河泾，我这时间来不及了。行，你先去医院吧，转狱的事情我替你啊。谢头啊，等老妈回来给你一块磕头啊。去吧。扁头老娘住院了。对啊，听说是昨天晚上犯的病。跑一趟。没问题。怎么说也是我们一分队的事情。当然了，你要找别的人选，我可以回家睡个觉。
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安全第一啊！去吧，走了。哎，给扁头拿去，就说你给他的。谢了，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能去押送犯人。你想劫囚啊？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，我没办法让他停止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去。我不相信唐山海会支持你劫狱。他不支持也不同意，但是我想这件事情万一试一试就成功了呢？你怎么还这么任性呢？这个世界上所有孤注一掷的事情都会付出代价的。我错了，我没想到押送的人会临时换成你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会尽量通知他们，然后能不能请你帮我拖延一下时间？我们的押送流程是有严格规定的，一般不能出任何的偏差，包括时间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告诉劫囚的人，如果11点看不到押送的车辆，就终止行动。你能不能帮我尽量的拖延时间？在哪儿？乔家山。你待在处理，不要给任何人怀疑你的机会。乔家山，对呀、啊，还听到什么了？没有，他们说阿生怕被他们发现，只听到这句话。乔家山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呀？楚总，他们不会私自幽会吧？今天陈深从漕河泾监狱转一批犯人，路线怎么走？啊，对，对对对对，路过乔家山，地图。好，楚总，他们不会联合劫囚吧？
他们有鱼竿，我们有渔网。是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好像犯了一个大错误。真的很想救周丽，本来我的计划万无一失，可是你说如果陶大春再跟陈深碰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不想让陈深死。你说该怎么办？干嘛老是到事情无可挽回了才问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还想问你怎么办呢？我知道错了，可是现在你就算批评我，也挽救不了什么。如果可以挽救什么，你可以尽情的批评我。我现在很需要你的帮助。你私自绑架李小楠的时候跟我保证过什么？同样的错误，干嘛一犯再犯呢？可是，现在就算你再批评我，也挽救不了什么。如果可以挽救什么，你可以尽情的批评我。我现在很需要你的帮助。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周丽去死，我做不到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情况有变，会有更多人因此丧命？我考虑过突发状况，所以我跟陶大春商量好了，如果十一点他们看不到囚车，就取消行动。我刚才也跟陈深说了，让他们尽量的拖延时间。那他要是做不到呢？
一场你导演的《血雨腥风》就这么掀起，干嘛去？我去乔家山找陶大春，立即取消行动。回来！如果那个开门的人真的听到什么的话，现在乔家山已经被毕忠良的人围得密密匝匝了。哎，扁头升职了。 需要你陈大队长替他跑腿，你这到底唱的哪出啊？怎么了？我多来看你几回不乐意啊？哎，不要了，只要在牌桌上多打几张好牌给我，什么都好了。那多容易啊！啊！来来来，后面都快一点，快一点，一个一个排好队。哎，你快点！来，后面的快点。 现在必须配合行动，你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给老陶送消息的事儿我来办。喂。 孙秘书，我是山海，是这样，前一阵子李主任不是给刘小姐置办了一套新的房子吗？啊，有跟我说过想找一些新的家具。对，我们行动队正好刚刚查收了一批梨花木，啊，我想要不就正好打一批新的家具给刘小姐送过去吧。这太好了，山海，你太有心了，李主任一定会很高兴的。<笑>给李主任办事儿应该的。 陈三梅、沈月仙、周丽、叶小梅，你尽量通知他们，然后能不能请你帮我拖一下时间？我们的押送流程是有严格规定的，一般不能出任何的偏差，包括时间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告诉截球的人，如果十一点看不到押送的车辆，就终止行动。 您能不能帮我尽量的拖延时间？必须拖延时间，而曾经的学生周丽，无疑是陈深选择的最佳配手。他期望周丽能够灵动一些，明白自己的用意。当然，一切只能靠造化。白梅梅、何菊、谢楠，我想你应该还记得我。 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！处处都是有情人呢、啊，是吧，陈大队长？以前的学生就是不成器。当然，只是没想到昔日的老师
今日竟然沦为了狗汉奸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亡命徒，一种是傻子。不过谁又是亡命徒，谁又是傻子呢？碧城当年真是瞎了眼了。当年多亏有你的相助，我跟他才会这么快互诉衷肠。呸！哎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过来，过来要紧吗，陈队长？没事儿，一口唾沫还能把我给淹死。啊，对了，我办公室有毛巾，要不要洗把脸？不用，我车上有，我先去那儿洗把脸。打死！教训你！这女人呢，就是不能得罪。哎，快点快点啊！我以为你在女人堆里混得挺开的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快点！你这儿的女人哪算是女人呢？骨头比男人还硬。骨头再硬，硬得过子弹吗？陈队长，嗯，哎，麻烦把这个字签一下。好嘞。快点快点，一个一个跟上啊！于胖子，哎，好了，你开车，快点，别让队长累着。好，快点啊！跟上，都跟上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出发了。行，你先忙你的，我十点呢有个会，不送你了。啊，牌桌上见啊。啊，快点啊，快点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陈队长。出发。好啊。嗯，怎么回事？车怎么打不着了？刚才不好好的吗？啊。就是发动机出什么问题了，下去看看。好。停车。谢谢。唐队长，您这准备去哪儿啊？给李主任的朋友送点木材，打家具用的。不好意思，唐队长，处座有令，前面暂时戒严，所有车辆不得通过。这戒严就戒严，自己人的事儿还不能通融一下吗？李主任的事儿。唐队长，不是我不通融，只是各路神仙我都不敢得罪啊。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处座要了我的脑袋不要紧，要连累唐队长，
恐怕不太好吧。因为什么事戒严？处座没跟唐队长说呀？没有。那小的就不方便多嘴了，请多担待，唐队长。理解理解。您看这样行吗？你把地址告诉我，一旦解除戒严，我亲自替唐队长送过去。那太谢谢你了，麻烦了。唐队长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都是自家人。您慢走。能修好吗？陈队长，要不我们换辆车吧，用我们监狱的车。这不符合规矩吧？你还是再看看。头儿，我上去看看吧，我开过几天车。啊，好。阿达，你也上去找找原因。好。涛儿，我找到了。嗯，嗯，在哪里呢？是线掉了。啊，赶紧把它弄好。好，来，哎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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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交给你了。先生，你坐好。情况有变，难道有人走漏了消息？情况不妙，王伟的人在附近设卡。没事，咱们从来不走大路，实在不行咱们就从会馆的后门撤，他们人手不够，肯定抓不住咱们。已经十点半了，按道理这个车该到了，不说等到十一点吗？啊，再等半小时。虽然这次营救的人当中有你媳妇儿，但是你得守规矩，绝不能坏事。明白。向来办事不牢靠的阿达，却把车子修得顺顺当当。
这让陈深的心里懊恼，但却毫无办法。他不再有任何理由继续拖延下去了。那么无疑，他所期望的只能是徐碧城已经取消了营救计划。头儿，弄好了，赶紧上车。好，上车。晚了半个多时辰，你赶紧赶路了。